李桃园火车站前重建的 Q 桃园金文 Q， 本来桃园市文化 Q， 今年设定做二文六组。不过今年年夜嘞，桃园市长蔡文灿以非常过后，首先部要将伊改做新出名文化会馆。桃园二文界如果唔认同，因为文化 Q 伫边建设之前，应该要再沟通各界来沟通。对于文化 Q 讲，新出名文化会馆的特色还有空间规划，两百每位要附近的夜里面。向下来讨论，大家向下来接听，运用的好好利用，并伫计限的空间。非常可惜，熊大熊嘞。可能年代外向，你是从就具体规划求分求，列三本改作新出名文化会馆。拓展人文前线历史长刘顺展指导当大熊，佮表示年代拓展人文界当期待列作具体，因为求分求负责拓展农业的地方，做了本你是工作者，那就下有很多胡同。提供外国变规划方向，就人种生老提供做充分的沟通。如果说它只是作为一个文化会馆的话，感觉起来会比较像一个私人的空间啦，就是说它没有那么有开放性。它这边其实可以做，就是小剧场啊，或者展览的空间，其实都很适合。针对提供的不满，团结文化局指出，其为土壤建分局材料，算来1972年代建设汤沙风格，三年前土壤建分局晒焦焦，是罕见多见。因为台湾水质研究一度两类人文会馆，为了发落干涉，还个照顾对土壤工作的职工、新住民家庭，将咪改规划做新住民文化会馆，用来提供葡萄、举办各项文化交流活动、让亲子学习等多年服务。除了提供新住民的一个服务性的功能以外，当然我们会更注重它的文化性哦。包括其实新住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都有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。那包括我们在地的文化特色，其实在空间规划上，其实它并不冲突。文化局强调，改设置新住民文化会馆两件事情，差不多已经停了呢。不过250平边呢，具体到汤沙，原本就好地种。文化局后续会召请社区发展协会、里面等参加公听会，讨论其他空间的规划。本期为观察办法，就很难合乎民众期待。而且罗文泰突然爆头。